甲年，张林期第一周星期五弥撒读经分享，圣经金句：两个瞎子的眼睛便开了。耶稣严厉警戒他们说：你们当心，不要使任何人知道。但他们出去，就在那整个地区把他传扬开了。马窦福音九章三十、三十一节分享：耶稣传扬天国喜讯，但遭到那些自以为义的犹太宗教领袖们留难和诋毁。所以当他使瞎子们复明后，便严肃要求他们不可向外宣扬，以免妨碍了他的复传工作。但全能的天主的旨意是不会被阻挡，也不会因为人的错误和罪恶所左右。正如天主对伊撒以亚先知说，他能将黎巴嫩变成果林，聋者复听，盲者复明，正义得伸张。因为这一切是天主自己的作为，人必要尊他为圣，因为他的慈爱使人归回他的怀抱。我们在逆境和危难中容易退缩和放弃，但为有信德的人，困难虽然仍在，但保持相信天主的计划是最完美的。因为天主的行径不是人的行径，天主是主宰，他的慈爱永远常存。天父，我们坚信你是我们的光明和救援，期待你的幸福的来临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罗拔逊。